去年来的辛苦这样子。因为一直都帮不到大家，然后难得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拍照给那个虎鲸跟那个威廉那么看。哇，太屌了，竟然是没有关卡了。突然间完全的，你们讲完那句没有回应。对啊，没有回应，怪怪的吗？不可能。这个来很香吗？我没有，我自己。怎样？不是现在吧？先吃了，先吃了。好，那我讲好，我只是我坐在这，我没有说谁要坐哪里。对啊，啊，刀哥逃不过就是逃不过了。那你没带什么？就别吃啦。快，河北先开你们。可以吗？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我要开吗？等一下，先河北开，我就不想吃哎。直接这样子，一二三，六六。我居然可以好好吃个饭睡个觉，哎，这样子饭吃很痛苦哎。那你先开你的。对啊。哎，老板，你开你的好不好？对啊，老板开我的。你慢慢开，快就眯一下，眯一下，眯一下。哎，我妈呀！会不会用帐篷？不会吧，我要花钱买房间。可以不要再住那个了吗？我想要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还要住帐篷。还有两，剩两个。因为我刚才没那个欲望。你不要把睡衣传给我，不要吃我，你不要吃我。哦耶，我现在吃的好开心哦，好好吃的哦。哎，现在吃什么东西都变得不是那么难了。可以啦，我觉得我机遇蛮大的，就是。好吧，开吧。来啦。哇，住外面很高哎。哦。哇。一二三四，还有四个，好，一起。一起啊！一、二，哇！哇！你是说只有惩罚才会有收视率吗？我们要把开心做出来，让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很开心，然后一样有收视率。对，红蓝又很开心的样子，好吧？好，来。介绍一下我的房间好不好？好的，还有沙发。看一下有没有浴缸，看一下有没有浴缸。好哇！一切都要感谢那个我们刀哥，今天抽到那张集签。哎，真的，谢谢刀哥。集签就在这边。各位过来看一下吧。哇塞！小心台阶哦。哇，那边好漂亮哦。很棒嘞。哎，我跟你说，这里真的是有点厉害。等一下，大家九点半集合，你觉得吗？没问题。九点半我房间喽。没问题。好啊。OK 哦。好的。走 ，Let's go。我们先发 GoPro 哦。好。回去大家就给他今天的心得。今天的心得。心得。拍一遍回去的心得。好。
今天真的是从天堂掉到天堂的感觉。哦，没有啦，就是今天本来以为我们会有帐篷的这一个环节，但是没想到今天大家就是住这么舒服的地方。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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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好像是我们两季以来住过最好的地方了耶！哇，好舒服哦！我其实刚刚在听到我们的董 PD 说，这次是要特别犒赏玩很大的班底们回来，然后所以才安排了这次的住宿给我们。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好开心，已经忘记了前两年的那个辛苦的那段时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好的回忆。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谢董 PD 啊、宪哥啊、Kid 啊，然后让我来参加一季的玩很大。虽然是去住帐篷，做了一些很辛苦的事情，但是那个心情真的好纯粹。然后其实我常常都会把那个照片拿出来看，我觉得哇，好快乐的一个节目。我们很拼命的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在这个两个月的互相认识之后呢，深度认识之后呢，我就觉得起码我每天跟我们队长 K 哥睡在一起啊，我在他身上学到了一个事情，也一个态度，叫做洒脱。对很多事情要洒脱，其他人就是各有我们各有各的特色。本来其实略微还是稍微有一点焦虑，因为想说毕竟又是跟以前的班底一起，然后会不会有个什么重新分组啊，或者说我们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对抗啊，所以我前一天依旧是没有睡觉。然后又因为是这个开春的一个这个算是特别的企划，就是过完年之后要准备开工了，然后还可以领红包什么的，自己的红包自己赚，就是还是觉得很好玩。而且就是跟大家一起也是说真的也是好久没见了，然后有一点重温重回到当初的参与的那两季，感觉就是跟熟悉的人一起玩游戏，一起闯关，其实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时候疫情结束，然后我们国内也跑了好多地方了，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就是做那个装置艺术的部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在北中南东部各做了几个装置艺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再有关卡了吧。虽然说我还有两个黑队的队友威廉跟普星没有来到今天一起共襄盛举，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心是与我们同在的。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又跟大家在一起玩了下去。不好意思，因为我到房间之后，我就是会有一种一直想要找东西的感觉。这叫做什么病呢？叫做就是生病了。我现在要赶快把手机拿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传讯息，然后要我们干什么。就在我录感想的同时，好，目前是没有。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我觉得明天我们还有一天。